距离投票日都打存不到十天的时间哦，这国定也是用积极来前往对手的这个本命区来扫街，争取到选票。今日上午，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新盈就特别来个台南，对桂林突出发最后的前往到安南区来扫街拜票，希望讲对民进党的弃票区开始翻盘。选前进入最后的阶段，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新盈五号上午前往台南，对桂林林树宫出发。展开车队扫街的拜票，沿途经过一个行政区，希望对民进党的本命区出发，争取人民的支持。很开心，今天吴副选择在我们的归仁的仁寿宫出发。那这个有一定的象征意义，是因为归仁其实都被视为传统的深绿选区。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也看得到，全台湾乃至台湾投到台湾尾，其实整个柯文哲现象已经起风了。那我们希望从这个看起来最绿油油的地方，从头从台南开始出发，带动整体的气势，一路赢到台湾。面对选战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民众党也看好选情，除了是支持者拢非常踊跃来收听，也是因为认为跨文哲的现象已经起风啊。越来越乐观，越来越好，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有柯文哲到的场合都常常爆满，像昨天的竹北场一样，又是爆满全场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有信心，可以真的到最后会当赢，会赢，一定赢。透过路前前往地方甲民众活动，争取认同，不管是支持倒一党，提出民众拢会使伫1月13号出门投票，用行动落实台湾的民主。记者郭伟，桂林区陈文博。